你放屁！宋慈哥哥是演艺世家，童星出身，从小红到大的。宋慈长得帅，人品好，圈里最有口碑。啊我喜欢你啊你为什么害我？为什么害你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唐心。那作为宋慈的粉头呢，追星就是我的事业。今天呢，就让我们进行一个突击检查，看一下宋慈哥哥在化妆间里究竟在做什么呢？跟我去看吧。Hello， 我的大明星。Hello，Hello。哎，今天也很帅哎。啊，谢谢你。我在录我的 vlog， 你在干嘛？我在刚化完妆，然后看看那个，待会儿拍戏。嗯，这个角度很好看。哦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啊，什么问题？你为什么害我？为什么害你？嗯。什么意思？害我这么喜欢你。对不起。这是什么？你跑过来说土味情话。26个英文字母，你选两个字母出来，你会选什么 ？A C。为什么 ？C A 和 A 和 C。嗯。你知道我选什么？你选什么？我会选 U 和 I。为什么？U 和 I 啊 ，U 就是你呀、啊、，I 就是我呀、啊。哦哦。这是好冷啊！情难忘。这个。我只有一个优点，服输。你不要装作翻剧本了，我知道这个不是你的。这不是我的剧本，这是黄正老师的剧本，这是我要跟面台词。今天台词多不多？真不多，大概是哪一场我忘了。那看来是跟肖木老师的，因为你的助理不在。哎呀，哥。你怎么来了？江哥来了。哎呀，别，没江哥来了，江哥来了。啊、你们不觉得我哥长得很像一个人吗？我什么叫我像个人？我本来就是。Hello。我什么叫我像个人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跟你一样演技非常好的明星。这样明星是多好。真不要你。宋慈哥，你追星吗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你读剧本了。我啊。虽然这一页感觉也没有你是吗？好有，好有有有，好好好。瞎说。哇，这个角度太好看了，再回一个头。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嗯，对，你追星吗？我不追星。你有什么喜欢的明星？我喜欢你啊。不我喜欢周杰伦。曾经啊，哎呀，不错、啊。真的吗？你不是说你没有喜欢的人吗？十秒钟前，宋慈说了什么？我不追星。看你这个人真是没有创意。我喜欢谁，你就喜欢谁。那你除了这个人还喜欢谁？除了周杰伦。哇，我们今天就摆了一个大牌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现在在化妆中，名字也非常的霸气，就是我喜欢那个小田切让，你知道吗？肯定他已经结婚了。没事，你还没结婚，所以我才粉你的，知道吗？结婚，没有机会了，被隐婚了，怎么能一年早婚呢？你的结婚对象是你的小猫吗？结婚对象。我的那个 idol 是一个非常爱小动物的人，是吧？是。我不知道好不好。说是捡的。捡的。对，是捡的一只流浪猫。哦，好惊讶。捡的。我都不知道。是捡的。哇，你没说是猫，是我给你买的。太有爱心了，是不是太有爱心？因为养过吗？我养过，养过，但这个是捡的，这个是我，这个其实是送我朋友捡的，捡完之后因为他家猫太多了。然后我就把它给放了。哎，你那个猫叫什么来着？白富美是吧？白富美吗？叫什么？白胡椒。白胡椒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我认识一个小姐姐也叫白胡椒。一个小姐姐叫白胡椒。她的网名对。我不仅仅会聊天。那你除了猫以外，还喜欢什么小动物？狗啊，狗也挺喜欢，但狗没法养。嗯，要遛是不是？对，就你没有时间就去。去陪它，就猫就还好，因为你有猫砂、猫粮、水那些，你就放在那。狗必须得陪它，必须得它上厕所。好
好严肃的回答了这个问题。我是在很认真的回答。我不知道要问什么。猫跟狗，你更喜欢？我刚刚问过了，能换一个？哎，没方便，猫跟狗更喜欢。其实我是更喜欢狗。你晚上别回家了。我也喜欢狗，我觉得猫吧，不太亲密，是真的，因为它太冷眼了。哎，但是猫很像女孩子的性格。对，其实我没有养猫之前，我也觉得就是猫特别高冷。但是你的猫很粘人是吧？特别粘人，就是晚上你睡觉的时候，它会来抬你，把你踩醒，一直用那个头来蹭你，然后让你摸它。我之前住一个好朋友家，他家有三只猫，然后他家是下午睡觉，可能下午睡觉的时候你在出工，然后晚上回来就醒了。然后就一直踩，对，到处窜。刚才还挺生气的，但是其实睡觉的时候是最可爱的它。它睡觉的时候我也看不到，它就是自己好。好的，我们宋斯哥哥马上就要出工了，那今天我的探班就到此结束了，拜拜。